要录影半个月，要剪接而成，但是我们今天让你所看到的，全部都是没有经过剪接的哦。叔叔他的头发帅气十足哦，比罗志祥还要帅，比周杰伦还要酷，身穿的红色的衣服，超前两个拨开，这个两个拨开了。 呀！过步带地可以抽刀拔剑，这个羊背开刚踏来哦，看这里，哦，快又准了哈、哦，这个有训练过了哈、哦，小朋友不要乱学，叔叔有练过了哈、哦。 前菜爆的也抽刀擦掉，包几个包夹背菜，后面的剑一样给它拔出来哦，一样那么帅气。然后再把那个剑插回去，哇，厉害！帅就是帅，再次叔叔他的头发有多帅？一路走来，用过这个红油，又完是咱南港。 南港的展览馆，哦，但是这里啊，需要开垦的哦，很多树木挡住了所有来人来这里参观的朋友的去路。这个剑客，上天给他讲的这大堂区啊，现在都老用的树木，做这里看板了。 现在看杜拜帝怎么冲刀拔剑，怎么砍树。哦，一刀砍下去，大树断成两截。哦，这个挨着来哈，刚刚弄的那把，哎，又把那剑插回去。 准备拔起后面的宝剑，哦，一次两只，哇，两只全部断了，哦，厉害厉害！啊，江龙，原来你就是你，四级高危，天威配，地威强，多剑一身不留名，性格忠义，地面莫告主人呐。 今后，阴天回你世，便魔王化昆仑，不将来吃。哦，结盟结盟结盟，锐气昆仑之剑，准备施展天下最惊人的快剑了。呀！啊！啊！啊！ 一抓就知道他已经中箭了，江龙就是这厉害哦！哎，坏人怎么死？就是断成两截而死哦！这排狼都要离开，咱赶快赶快哦！这天天波第一连下排狼啊，坏人死了一个，后面还有一个哦，小妖已经死，阿爹这个大妖了，江龙是不是有办法再出小弟大妖了？ 哦，勇我了哟！哪怕是为小弟，小兄我的大哥，我来救。哦，天威魁，地威雄，都将一生不留名，我将。下，阿托啊！ 又中了哦，连杀人被台西拍了都这么帅，你看头连砍他都没有砍，就这样，杀下去，刚好插到他的哪里？插到他的腰部哦，腰部就是国语啊，哎、欸，啊台湾话怎么讲？腰部，腰部就是推杆管一环，有推杆管一环，都要看空白空空空九字，好，没有再打广告，好不好意思啊？哎、欸，刚好插到他的。
背部，还好没有在下面一点哦。下面一点怎么办？擦到屁股啦，擦到屁股这个剑拔出来，小朋友你知道怎么死吗？屁股开花而死哦，还好没有擦到他的屁股哈、哦，只有擦到腰部。这个坏人会怎么死？我们数三声好不好？哎，数三声叫他死，他就死了。好，数三声。数那么快，你慢慢数嘛，你一点紧张的气氛都没有，慢慢数。一、二、三、呀！你数三声他就死了，你看。被剖成两半哦，非常厉害。这天行的降头来得非凡，八天干欧罗，第一遍四天的排狼，哦，再次把他的剑准备收回去。这次要小心一点哦。上次我们到大陆去表演哦，他非常的兴奋，看到观众那么热情，他射得太大力，那个剑啾跑到大马路去。结果一台计程车从那里经过，给人家的挡风玻璃也射破了，还赔了人家1200块的人民币哦。所以你今天现场哎，这里的空间没有很大哦。我跟你讲，观众那么多，你要小心一点，知不知道？赔人家赔不起呀、啊！你看那个小朋友那么可爱，不要射到他们，好不好？红心棒，杨过来，水，我外蔡天军，嘿，对劲，先气化我这个。用钱的力多，一旦小王哦，要先试试看哦，这样就对了，才不会射到大马路去。好、哦，他可以拔起他的弓箭了，架手纯对鬼奥利去，准备拔起他的开天弓，以及他的天背镜。哎，我、哦、拔出一只，然后掉了一只，哦，没有关系。掉了可以再插回去。哎，哦，你看，一箭上手了，哦，手拿开天弓的特别性，准备你们上升目标。为什么他要像空中这样瞄准呢？哎，射箭的高手都知道，这样射起来，这个箭跑得快又准。嘿、哎，准备瞄准目标。准备被夹杀，打不赶快！他准备打老虎，射杀老虎，老虎在哪里？老虎出现，马上杀了你！我知道了，干什么？你看他要哭了啦！啊，你要射杀吗？他长那么可爱，对不对？我保护你，放心。好、哦，换边，换边。这个小朋友跟你讲，不能射到他。哦，再度瞄准目标。有。准备再出发射！哟，注意啦，中箭者马上一箭毙命！哟，你干什么？我保护他，你不射我，这样有道理吗？不要不要不要，我跟你讲，好、哦，射到里面去好了啦，射我们团长啊，团长林伯松、林伯侠，把他射了好不好？他中箭，我们自己处理。好，他可以开弓射箭了。准备被吓到那个团长林伯祥，嘿，注意啊，你不要跑，你再怎么跑都逃不过我鬼魂技，不是要，啊！哦，你想要挨声了，我们团长中箭了。